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来看看热闹。昨天我们也在这里看热闹，今天又来看热闹，看看有些什么情况。来，我来。$30. 这里华语华人圈的东西不行。这里好像是在搞什么活动，有什么很多小东西啊，小吃啊，中国人最喜欢这种看热闹的地方，所以我跟你们拍过短视频，我从这里路过，我看到还你在干什么，我走一走。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么多，大不我们来凑热闹，也不是很热闹，东西不行，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，没有意义。OK， turn。可以吧？好，对 ，go， 你不去缅街看看热闹吗？好啊，缅街那边，这边过去嘛，这边山区哦。这里是犹太人教堂，这个花漂亮吗？这个花没有，我买了一朵这样子的，这个你买过这样的？明年长了给你们。它也是多年，它冬天的时候快死的时候，我插枝插了很多这种绣球。哦，那个我买了一颗大的，是什么颜色？绣球花，对，是紫色的。对，那个买的贵，那是在红地坡，它是很大吗？就是已经花开过了嘛，很大，花开过了10块钱。就是，这种裙子跟这个颜色差不多，我拿回来剪了做包包。剪做包包啊？做包包？我看，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You like it? Beautiful? No. Why? No. No. This.
Hey, how much? How much? 算了 ，OK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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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没有人。那个穿着那个，做事情方便，在家里画画。能不能鬼不鬼？人们的各位，这个红石城 ，You like it？ 这个不错。红石城叫什么？就是这个可能长红石的。长红石？我觉得就跟红石是一样的。老。我在亚洲的时候，这种结的红薯很好吃，就这个样子，有点香，就这个样子很好吃的。要是红薯藤，你剪一个枝条都可以长。不搞了，不好吧？晚上来点，现在人太多。对，现在人都这是红薯藤啊，这不是红薯藤吗？哎呦，真的，这个可能是日本紫番薯。红薯藤有很多种。日本紫番薯，反正我在亚洲的时候有一个跟这个差不多，结的是那个日本紫番这么长，但是产量不高，就这么长，很好吃的，硬的。现在人太多，没有人那么多，还真的给他捡走。这个也是红薯藤啊，一样的。这个不要，这个那个好，这个好，那个好。日本紫番薯来了，这个 beautiful， 这个很漂亮，日本紫番薯漂亮。红薯藤是非常难结的，什么地方它都要活。对呀、啊，扔在地上都要活、先把它种在花盆，明年春天就把它种到外面。呀、yeah, ，这又是一种红薯藤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好漂亮。Beautiful， 你看，你仔细看。对、啊，这个漂亮，够漂亮。就种花薯，不要种别的。它这个哈，这个是它冬天就死了，带。但是要是放在家里会不会死？家里会死吗？它这个有季节性，我喜欢这个。这个就像红叶一样。哦，这又是第三种的，不是？这又是一种三种。别地方这红石藤。就在这里。朋友们，华语的朋友们，这红石藤很漂亮，这是装饰的红石藤。还蛮喜欢。非常的漂亮。都不要买过。这三种的漂亮。啊，对呀。这个很好种的，你种一大片。这个枝条，有一点的时候从那边过来。好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您就顺手牵两只，两个枝。哦，这又是一种。这个是苦瓜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苦瓜。是什么呢？好像苦瓜一样。对，它苦瓜了，不是。看，这样还是红薯藤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四种。这个是教堂，怎么都种番薯呀？这里人不同，人家什么人啊？管他名字叫什么，我记不到家里。犹太人教堂。对呀、啊。犹太人教堂，中国人教堂就不行。中国人教堂一定很垃圾的。在这里呀、啊，我就想办法路过这里就找机会，没有我就顺手。我不好意思。不是不好意思，因为太喜欢。就是捡一只不妨碍它生长。哦哦，那不会的，不会。我看看这个。我买一个这个，我看 ，How much？ 什么叫十五？外人要买有一个。$5 ，OK OK， 那加这点。你要那个干嘛 ？OK， 朋友们，拜拜，我开始买东西了，我看看小东西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拜拜。